来，大家早安！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晨光约会时间。昨天的美股道琼涨0.6%哈，159点。纳斯达克反而是下跌纳斯达克跌0.81%，然后费半。费半跌0.66%。昨天的费半拉回修正，就是其实你看到道琼，跟着呢，你看到那个纳斯达克跟费半创新高。可是道琼却没有跟上，所以你可以留意，其实最近的这个资金包括美股还有我们台股，其实都怎么样，都蛮短的就是说你可能涨一天，那你赚了你就跑，然后资金再去买这个落后的，或者是还没有涨的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昨天的这个纳斯达克一开盘开高之后，立刻就往下杀，然后反而是资金就开始往道琼这边来走，所以看起来现在的状况其实就是资金有没有两边跑来跑去的，所以你今天看到这个昨天的这个台股的台积电 ADR 上涨1.38%，那我想今天我们还是要观察，以大盘来讲，还是这个台积电。那至于道琼的部分呢，它其实就是要慢慢去回补在27,000点那边的6月11号的这个跳空缺口，那一直在那边做一个横向震荡，然后慢慢缓步攻坚，缓步攻坚。另外呢，科技股的部分呢，还有费半，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创新高，然后拉回，创新高拉回，然后洗一洗，然后是不是再上？其实现在你还没有看出说它要走空，还是一个缓步攻坚，然后资金用轮动的方式，资金用结轮动的方式来操作。那就像昨天，你在上礼拜五，你在礼拜一。你早上，你如果说，礼拜五或礼拜一，你去低阶，你去低阶的，昨天一个大涨，其实你会发现涨的时候拉得很快。那你短线客基本上你在礼拜五、礼拜一低阶的，你在昨天基本上你就已经可以怎么样，先获利了结一趟了。可是如果你是昨天拉上来涨才去追的人，你未免怎么样，你就会有点闷因为你昨天去追。今天再给你一个拉高，你赚很少，但是你要去承担怎么样？万一今天直接开低，或者昨天它是美股跌，你今天就开低就被套的风险。所以现在的操作方式就不太适合你怎么样去追啦。你反而遇到大涨的时候，现在的投资人都蛮聪明的遇到一个大涨，你的一个差价一有，大家就跑了，然后就在等，等接下来。比如说过几天再一个修正，你再来减。股票不一定要天天做，但是呢，基本上有差价给你赚。现在你不见得你要去求你的手上资金要有大波段可以做，可是呢，你如果有一小部分你去做一个底部布局、形态转强布局的股票，你也许可以做一点波段。但是其实我想有一部分资金还是怎么样，还是做一下价差，做一下价差会比较好一点，会比较好一点。所以，我们的指数是创新高，没错。可是你发现很多个股并没有创新高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个资金就往创新高的股票去。我指的就是台积电。那你现在接下来的操作，你可能就是说，如果今天你不是去压台积电，你去压，你也不是去压台湾五十，那基本上呢，你的资金就变成要怎么样？去找另外一些比较强的股票。那现在到了月底。有一些中小型股，投信、法人他会开始做账，那你可以开始留意一下最近这几天，法人买卖超的股票来操作。那因为台股创新高，如果你真的要说我们要跟你
这个支撑压力的话，我想现在的12000好，12200就变成怎么样，变成一个支撑了。好，12200变成新的支撑，而且这个支撑其实来讲还算蛮强的，所以如果这个支撑要跌破，相反的，这个支撑如果再跌破，那基本上压力就蛮大的。好，那所以这个现在12200的支撑就变得比较强，因为它 不但过了今年的这个12月到1月的这个高点，再来呢又过了什么，又过了7月在12200盘的这一段时间。好，那这就是为什么昨天一冲上去之后很多资金又出笼了。可是呢，好，可是我要跟你讲可是的事，可是这一次的创新高，你从日线来看 MACD 是怎么样，是背离，好，背离。那 MACD 背离其实这已经是一次两次，如果以这个创新高来讲的话已经是第三次背离。那讲背离就是说其实它的结构是不太健康的，就是它的结构是不太健康。再来你就要再来看，就是说当它再次盘整的话，其实在 KD 它的高点有没有也是怎么样，也是呈现背离。然后呢RSI 也是背离，那这么多的背离，接下来指数再往上攻，如果这些都是背离，那你要怎么操作？你如果从指数去看，虽然创新高，可是感觉上风险也有，所以呢，你唯一能够比较让你觉得安全的就是你要去找一档股票，这档股票它的指标并不是背离。然后它目前比如说各个指标都是 多头、哦、那也不是背离、哦、然后正向，那这档股票又是未来，我想你不要去管过去，你不要管过去好不好，你只要去管未来会不会更好，过去好未来更好，过去不好未来好、哦、这个具有未来性，过去亏钱 过去亏钱未来不亏，股价还在底部，或者股价它还在这个整理形态，要准备转强了。然后它的技术指标又不是跟你背离，又是在一个底部开始怎么样？哦，开始要翻正。那这样的一个个股，就是你不要管这个指数高还低，你可以放心去买它，然后抱好的股票。好，所以我一直跟你讲说，其实指数现在在几点不重要。很多人从11000就在看空这个市场，然后不敢进场。可是问现在一路到12200，然后你就还是在看。那你与其在那边看，你与其怕的要死，那你就小部分资金参与嘛，又没有要你把全部的身家全部都压下去，对不对？平常有的买10张、20张、50张、100张。那你就玩个10张就好啊，那你就玩个2-3张就好啦、啊、对不对？好、哦、所以这样的一个行情，你没有台积电你也不用难过。那我一直是要告诉你说，如果你要去抢台积电，那你的手脚还是要稍微利落一点好吗？当然现在报纸会跟你讲说台积电现在离他今年卖掉的其实还很多，他还没买回来。现在重点不在于他要不要买回来，现在重点是在于说，那台积电这个价格到底值不值得，值不值得他买回来？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工商新闻哦，在头条的部分还是台积电哦，你可以去留意哦。现在每天的新闻都是绕着台积电在走，就好像前一阵子哦，每天的新闻就绕着联发科。好，然后在两年前在炒被动元件的时候，每天的新闻打开就是什么？就是被动元件哦，国巨、华新科的消息。好，所以现在记者好像新闻没什么好写的，就是每天就是台积电。然后台积电概念股，等于说台积电已经就是现在这一波的主流了。
好，所以你看来看去都是跟台积电相关的消息。但是你要留意的是说，其实台积电的概念股它这一次在营收公布之后就一路跌哦，一直跌到前两天，一直跌，然后一直跌到前两天，到昨天才开始怎么样？昨天才开始反弹。好，所以我在这边就跟你讲说，台积电持续在创高的过程当中，它的概念股到底能不能够创高？如果有机会概念股再回来前波高点，你还是要留意哦。如果你真的是前一波因为买了台积电概念股，你被套到的人哦，我还是要请你要稍微要来留意一下，好，要来留意一下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个工商的证券版的头条是在讲瑞信函进微影跟广达，给予优于大盘平等，推测合理股价960跟90。其实广达这一波你去留意它的股价也是看回不回，那最主要还是以这个云端伺服器，微影也是这两档股票。那微影呢，这一波已经有修正过了，昨天又怎么样，又再度走弱，就是在礼拜一一涨，我们是有带亲自带有做一趟，对不对？那昨天又怎么样，明明昨天大盘大涨，微影却拉回。好，所以其实微影看起来，我感觉微影它这边已经怎么样，法人他已经是站在卖方了，所以微影他在850这边已经好几次都没有过，感觉上小头部已经出现，那颈线就是在750，所以750跟850其实就是这个100块这中间做横向震荡，那也许你在这100块之间你可以来回做，那至于会不会到950，就是等850站上去创新高了之后再来说。恒大六月的 EPS 是3块哦，续创新高哦。这个做口罩的也有春天哦，真的是这个天掉下来的礼物。再来是ABF 窄板的部分哦，昨天的南电法人一开盘就急拉涨停，那星星跟景硕相对来的是稍微弱一点。报纸今天还有提到金相光，明年供进车用的 CIS。那 CIS 影像感测这一块也是程程跟你一路看好看多的股票哈。另外有关于这个超风哦，上半年每股赚2块，创新高，主要是说打进美系手机哦，手机大厂的供应链。那另外有关于三星传第三季追加订单，神盾的指纹辨识出货转旺，还有如虹巨阳冠新乐看第四季营运。热映上半年大赚一个股本，但是法人保守看待第三季，因为耳温枪这个东西哦，感觉上已经就是说该出都出了啦，那耳温枪有了你也不会一直买好吗？好，所以这个是工商的部分。在经济的部分，头版一样也是台积电。这个工商跟经济都是一样，都在讲台积电。另外有关于这个欧菲光落难，触控双雄迎转单，所以你看到 TPK 跟这个 GIS 昨天都非常强，主要是因为欧菲光有机会，就是可能被美国列入这个管制的一个国的这个公司之一。然后在证券版的头条是关于电视面板涨价，双虎热。上电视面板涨价的这一个新闻呢，已经一段时间了，那今天再出来，是不是要持续拉抬这个面板双虎拉指数哦？另外有关于双虹前两月赚盈第一季，历程的上半年有 4.36 表现非常好，那捷力今年拼每股赚8块。其实你真的要去看台湾的一些中小型股，很多的本益比很多，它本益比其实还是偏低，
本益比还是偏低，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稍微来留意一下，就是说台股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悲观，所以你看基本上连台积电这样的一个当然你说它是因为有竞争力，可是它股本这么大都可以被弄到这个快400块哦，所以你看很多中小型股本小的，其实相对它后面还有很大的空间，还会有比较大的空间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昨天的三大法人买卖超。好，昨天外资买超第一大台积电嘛，17,561 张，再来是元大50，那两个就是一起买一起拉，他可以先买了元大50再去拉台积电哦。来文茂哦，然后国巨外资昨天一口气买了2517张，台达电、大力光，你仔细看这些都是全值股啦。好，再来是维新哦，南亚科、联茂、环球金、智茂、元泰、GISKY 昨天涨停，技嘉、翼龙、普瑞 KY、 金电、群创、耀华，我们看到里面其实基本上你看有 PA 的，有联茂这个 CCL，有低润的南亚科，有光学的大力光，有被动的元件，被动元件的国巨，那再来有这个触控面板的这个 GIS， 你感觉还有这个晶电这个 LED 的，你感觉上它是在各产业平均的做布局平均一整体平均做布局。那我们再来看投信买卖超，在投信买卖超金额的部分呢，有华通、广达、旗宏、南电、玉金光、伟创、亚尼联电、中美金买了1000张，再来 GISKY、 世新 KY、 联发科、经济、台宏、星星、金策群联、力旺，再来保存双红。那我想这边跟外资比较有差异的是在于华通、亚尼，然后中美金，但是那个外资买环球金嘛，再来是经济跟台宏这两档，其实投信也是在最近频频做加码，经济跟台宏。那我们看一下自营商买卖超的部分，玉金光、联电、鸿海、联发科、GISKY、建策、瑞昱、星星、亚尼、精彩、翔硕、国巨、原相、台气营、嘉金、力旺、中飞航、耀华、立成、大力光。你看到这边有历程对不对？然后你又看到报纸有什么？有这个历程的消息，所以我说这个有些自营商就是前一天给你买股票，晚上再找记者写消息，然后隔天一拉高他就卖了，就是写一个板哦。比如说你今天你发一个板，他可能只要几万块，可是你看这400张，如果今天这400张对不对？每一张涨个五六块好了，基本上是。你扣掉给记者这个稿费基本上还可以赚很多，所以有的自营商就会这样做了。好，那这个是自营商买超的股票，我想这个行情看起来越来越热，昨天的成交量2300亿，上市的量没有那么大，我想最主要就是因为合一这些股票整个下来，所以上柜的成交量就萎缩，那上市的量一下又到2000多亿了。当然前几天缩也缩很快，所以其实现在行情也很好。那反而那个券商最近手续费的收入也都赚饱饱了。那我要跟各位讲，就是说其实这个行情你也不要去猜高点了。
不要去猜高点，但是就是拉回你要敢买，哦，有大涨的时候你可以卖股，但是你要看的是说这个股票是有一个区间的，那但是拉回的时候你不要怕，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在高点卖掉，当拉回的时候你就不要随便去杀低，哦，因为你一杀低，行情一反弹，你可能又会杀在低点，哦，我指的是它算是比较强势的股票，当然如果你手上股票你不小心买到这个弱势的股票，我是劝你能够早换股，早点砍股还是比较好，因为行情这么好，你的股票不涨一定有原因啊。就是说第一个可能现在主流不在他身上，也法人不爱，哦，所以在这边你还是要小心来操作会比较好。好，那我想今天现在已经39分了，我们今天早上的直播就到这边。那今天的股票我是觉得应该还是会蛮正的吧，因为昨天可能很多人已经买了，今天一开盘就会想要把它卖掉，所以会比较正，但是我想拉回你还是可以早点找一些价位把它接回来的。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，同样的一样，现在七月底了，我们的剩下水一波专案这两天陆续都有人来参加，你如果自己操作不顺利的，我还是劝你是不是考虑有一点资金来跟着我操作，最近都是有人已经亏了好多钱了你才要来，我想我们的操作基本上虽然不会带你买到合一，但是我想我们就是稳稳的，稳稳的，你也不会随便去追高然后随便去杀低，那我们就是把手上的资金这个随着这个行情慢慢的把它滚起来，但是该有的避险部位还是要做好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突然又一个黑天鹅出现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礼拜三我下午我会去录股海杨凡的节目，那礼拜六晚上的会播出，所以我们下午的直播就先暂停一次，好，下午的直播先暂停一次，那祝今天各位股票滋滋大赚，谢谢，拜拜。